先驱们的创意思想塑造了今天的我们。现在，我们以富有创意的想象力打造未来的世界。从今天到明天，开辟世界之路。板桥科技股，有梦知识汇聚一堂，会打造出什么样的世界？这一简单却有趣的问题，就是板桥科技股的开始。由地方政府、京畿道主导整个项目建设，通过与中央政府合作，树立了以创造未来成长动力为基础的全球战略，推进建设高新技术、商务为核心的创新园区，就是板桥科技股获得成功的因素。每当遇到困难，都是以热情与信念来克服，集中于建设 ICT 创造基础设施，结果带动大韩民国乃至全世界的全球 ICT 企业陆陆续续地涌入板桥。就这样，我们完成了全球 ICT 枢纽的定位。板桥科技股，在这里，企业相互沟通，分享技术，创造新的成果。作为开放型创新集群，入驻企业之间的技术融合与人员交流越来越频繁。通过各种社区活动，创意人才共聚一堂，形成特有的文化氛围。基于沟通、开放、相遇，达到协同效应，走向完美的创造型基础设施。但是，我们的梦想，板桥科技股的愿景，从现在开始全新的启程。我们的愿景十分明确，令创造经济开花结果的全球 ICT 融合枢纽，将全球 ICT 研发中心搬到这里。为此，我们与光桥、Next 板桥等形成创新科技带，必将成为韩国未来成长动力的核心。我们的成果将营造连接教育、研究、生产、创作的创新生态系统。我们的开放型创新活动将延伸到更大的世界，让全球优秀人才心驰创造与创新之梦，云集到板桥。奔向世界的板桥之梦，为了实现梦想，我们再次准备跳跃。计划在下一代紧急未来新增长动力产业的基础板桥科技股，搭建更为创新的基础设施，并提供系统性的入驻企业支援服务，从而使板桥科技股发展成为全球 ICT 枢纽，走向更大更有活力的未来，开启引领创造经济的 Next 经济全球化板桥的时代。与世界沟通，代表大韩民国的创造型创新股，在大韩民国板桥科技股，将开始世界所梦想的所有未来。板桥科技股。